这次的活动是结合了国际游戏节，哦，然后还有六房妈祖、天山妈祖的活动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就是希望说结合国际游戏节中，啊，除了来招马拉松以外，可以再来让我们去跑。这次的马拉松的一个比赛哈，其实他们从七号的一个早上开跑的时候，他经过的一个路线也是云林县很重要的一些亮点的地方哈，也让外地的朋友来看到云林的一个好山好水哈。